他说一个植物的茎具有背地性，这是它的茎，然后根具有向地性，把它画出来，这边叫做茎，这边叫做根。他说在茎或根这边的向地面，我现在用打点点的地方，这边都有生长素浓度，生长素浓度为 X 浓度，而且这边浓度是一样的。好，那为什么茎是背地，根却是向地呢？我们知道，因为这个浓度在茎是促进生长，对面呢是不促进也不抑制，因为对面没有嘛。可是在根呢，这边就是抑制，而对面是不促进不抑制，而照着它的根向下弯，可是茎却向上弯，所以关键在于 X 浓度对根是抑制，对茎却是促进，这就是关键。请问什么浓度对茎为促进，对根为抑制？请看答案，就是描上去死得负一，茎是正值促进，根是负值抑制，所以死得负一就是答案。那什么浓度对茎是促进，对根却是抑制？选项中只有死得负一符合，其他的选项的浓度有可能是都促进或都抑制，或是一个有促进一个没反应，都不是我要的。我们要的是对茎有促进，对根有抑制。好，所以这是33题。